学哥快点了哦，你看你下面都好多人了吧，我们起来的有点晚了，不用喷那么好看啦。哎呀，要打皮鞋油，你要起来早一点呀、啊。我起好早了。啊？起来又吃皮鞋酱了，好早。我们去帮忙了。走，我们去帮忙了啊、哦！去帮吃。去帮吃还是去帮忙？嗯，我干弄东西。这干嘛？我们要先去。莫看见啊！看这帮，在这帮虾芋头。阿峰哥，还有一个朋友，总容易走了。哪能走？你走姑婆的不？姑奶，姑婆。没你走，我来走。来，这边。弄起来，这些打好又是噪声啊！这个看到是铜鼓啊，大铜鼓。又香又甜的扣肉，谁都摸不起婆香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们这个红烧的，没有。大鱼块。炸好了，炸了，快看！好吃。快，头会打快。打方了哦，这两只哦。还是刚刚打方。二胎小孩要打快点的。恭喜我二哥啊，又发财了。欢迎大家来我这里吃饭。我二哥荣升阿伯。炒股差不多，炒股两个挣了两百七。轮包给我收进来的。对啊，你炒炒股，我帮你找口，我滚走噻。包啊，没得的，我滚出来。你来弄我，你炒我的壳咯。啱啊，你有啊，咪帮啊。打人了，必须挨。差不多，辛苦你啊。没当相辛苦你，你看没当相辛苦你。今晚上的菜谱，红肉必须要有的。今天天气好啊，现在休息什么的准备好了，吹牛的吹牛，打牌的打牌，翻牌喝酒的这帮。这就是我们的村的情报中心，最好洗菜了。不跟他们说，我们要在很大吃人。看了阿凤哥大厨，哎呦，这个猪脚，你有力气翻没？那不是了，那不是翻喽。很好，那一边也翻。吃饭了，看一下今天的菜谱。乐乐，